老婆，这哪来这么多钱呀？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如果我满意了，这些啊，都是你的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行，你说吧。你说咱们两个谁活得最久啊？那肯定是你啊，这个好人不长寿，祸害一千年呐。你要是没了呀，我再找一个去。你该找找呗，反正那个时候啊，我也看不见了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会不会再找一个呀？那必须要找呀，我得慢慢的找，精挑细选的找，我得找一个呀，和你一模一样的人。其他人啊，我接受不了。我知道谁后走，谁孤独。就算咱们儿孙满堂，他们呀，也只会逢年过节来看看你。他们呀，会把家当成旅馆一样。如果我不在了，你会一个人做饭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在冷清的家里，拿着照片，回忆我们的从前。半夜醒来，四周漆黑，孤苦伶仃。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经历，但是我能想象得到。我情愿我先走，我也不让你先走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其实咱俩谁先走，咱谁都决定不了。不过我答应你，咱这辈子我能多陪你一天是一天。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说明咱们的缘分也就晚了。那咱就约定，咱下辈子再见。对你算声退下。